手基本上是一样的，都是朝正面。基本上是入水水花，我们要做到越小越好。我记得最紧张的时刻就是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。郭幸淳，好，待会换你们哈。那一刻其实你是最紧张。深呼吸，防御就是最好的攻击，防御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。你考对反了。最重要的就是双手举高，保持大概在耳朵旁边大概45度左右。最重要的一定要保持微笑。手大概就是这样子，一整天下来其实也蛮累的，会觉得肩膀有点紧绷，手有点没力。我会在内心告诉自己说：“汤包我可以，我很棒。”这样子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操盘战将》。今天台北股市大涨218点，来，这个高点跟这边画一条线下来，白色这条线，会技术分析的，你告诉我这叫做什么？哎，今天突破了，会技术分析的，这叫做什么？你应该会技术分析吧？不要骗我。 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下降反压线嘛，对不对？好啊，那今天这一根红棒代表什么？代表什么？知道了哦，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台北股市会不会用快速上涨的方式来越过这边的高点？我前面几天有讲，会不会用快速上涨的方式来越过这边的高点？就像这边一样，快速上涨的方式，会不会？ 你认为不会吧？各位，道琼、纳斯达、费城半导体、S&P 500，台北股市现在的位阶在这里。各位，东窗事发了啦！ 被人家抓到了啦，抓到了吼！昨天跟你讲的，报纸特别写在这边，给全国的投资人看，包括了法人。这个消息一出来，各位，这是有一个立法委员去做一个质询，啊，立法委员怎么知道？谁跟他讲的？奇怪，什么时候你那么关心台北股市？ 各位，想一想，这背后代表什么？一定有内幕嘛？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，还是什么台面下的一些秘密动作什么之类的？老师好像是一种检举，所以你看到今天，你看那个面板航运，面板啊，面板马上大涨，群创也是，哎。 是不是做贼心虚，被抓到了？你看群创跟友达，哎，连航运啊，各位航运啊，2003的长荣啊，阳明跟万海，哦，今天也上来了嘛，哦，那目标价。 这两三天听到一些人在一些对航运的一些讲法哦，那么他们拿美西美东的运价，还有他们最近筛港的状况，似乎得到了疏解。那用这个来去推演、去推理，说接下来运价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？如果事情都像你们所想的这么简单。 那股票人人都是富翁了，在台北股市里面，人人都是有钱人。
人人都能赚大钱，人人都能够像你所想的这么简单的话啊，不用上班了啊，在家里做股票就好了，还要从事什么生产，还要去上班，那么辛苦干嘛？有那么简单吗？有那么简单吗？各位，航运股跟紧跟好，好不好？跟紧跟好，真的，你要跟紧跟好。到底是反弹还是回升？我丢这个问题给你啊，你认为航运股是反弹还是回升？是反弹呢，还是回升？如果是反弹，那什么时候要短卖？做空的应该会蛮希望这次是反弹而已嘛。啊，如果是回升呢？如果是一种大波段的回升呢？老师，你有消息吗？老师，他们有没有进去？哎啊，我这边不就写得很清楚了？你觉得有没有进去？有没有？看外资吗？外资，有些外资很邪恶呢，心存歹念呢，对不对？昨天的新闻，一边坑，东窗事发了，有吗？现在还盯上半导体，我不知道是喝咖啡了没有，还是主管机关去关切了没有？台积电今天跳空上来，哎，你不觉得联电今天也是上涨，尤其台积电是跳空啊？你不觉得事有蹊跷吗？我就讲了嘛，怎么会美国股市专美于前哦？道琼大涨，对不对？纳斯达也大涨，对啦对啦，基本面不错啊，对啊，我知道啊。你看那个美国的景气扩张了嘛，基本面好啊，十月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不错啊，对不对？美国很好啊，半导体出货也不错，所以哦，当半导体出货那时候，我就跟你讲，那时候十月二十三号哦，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美国的费半应该会表现得不错嘛，果然没有错嘛，十月二十三号还在这里耶，大约在这边呢，二十二三在大概在这边。当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这个半导体类股，尤其是美国的，应该会涨。哎，我们台积电就没涨，我们联电也没涨，很奇怪啊！难道我们的台湾的一些半导体产业，我们的基本面比美国差吗？哦，美国年底销售看望，对啦，不是不错啦，很好啦，消费不错，投资也不错。那为什么要来做空台北股市呢？奇怪了，不懂哎！啊，我们采购经理人指数这么差吗？没有啊。连续16个月的扩张啊，我就想问问那些对冲基金的人，奇怪，你们是没有看到我们9月外销订单史上新高欸，订单是经济的领先指标欸，我们接到订单接下来10月的出货，11月12月的出货数字，出口数字，我那个会多漂亮啊。然后你说你要空我们台北股市，你要做空，结果压不下去了嘛，压不下去了嘛，台积电今天跳空嘛，今天台北股市大涨了218点嘛，我就讲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我们九月工业生产指数，我们九月景气，这个是有国际认证的，我们台湾经济 是很好的，比中国还好，要不然人家为什么说会上看2万点？老师，我对他不是很有信心啊，那你对他有没有信心？张忠谋啊，人家大咖都说看望明年的景气，然后这些人在看唱衰，说要来做空台北股市，过来了嘞。人家说第四季很旺，台积电说很旺，会旺到明年第一季，会旺到明年第一季，而且明年还要再涨价。啊，有些还调高台积电的目标价。然后你告诉我你要做空台北股市，会不会踢到铁板？我会不会被轧空？我昨天看到一个节目说，很多外资在借券的一些股票，小心哦，小心被轧上去哦。我跟你讲，那不是开玩笑的。一旦台北股市往上涨的话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一条下降反压线过了，台北股市会不会像脱缰野马一样，
会不会像脱缰野马一样一路往上冲？所以我跟你讲说，各位要来了，如果大盘多头方向确立，要过这边的高点，各位注意，你要买标股，当然你也可以买全指股，可以，台积电、联电我不反对，半导体的、封装的、封装测试的都可以，我不反对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个会飙得更快，会飙得更快。哪一些？哪一些？老师，我跟你讲，这一些，我在跟各位聊天的过程当中，你已经看到我的侧标了。拿起手机扫描 QR code， 现在分享。你听我娓娓道来，你听我慢慢讲。在我跟你对话的当下，聊天的过程，拿起手机扫描我的 QR code， 这一支股票，元宇宙的隐藏版，各位，不得了啊！市场居然还没有在，应该是说，它应该说是一个蒙尘的钻石，应该说市场上还没有讨论到，他们大概是讨论到宏达电，对，宏达电。哦，在讲元宇宙的一定会聊宏达电。可是你们在聊宏达电的时候，你们会不会？我会觉得说，你会不会有点晚了？我在那里在聊宏达电的时候，你们不理我，你们说这只是反弹，你们说元宇宙是个泡沫，奇怪。可是宏达电呢？宏达电怎么表现？宏达电怎么表现？各位，宏达电呢、啊？来。先看这段 VC 啊，来导播 check out 这支股票，涨停板。我那时候在讲元宇宙，在讲宏达电，哎，你知道这阵子一堆人冒牌货山寨版的也跑出来跟我讲宏达电，没 VC 啊，也没有 call 讯啊，也没有那个会员也没有买，那讲的宏达电好像是他家的一样。你嘛帮帮忙，证据在哪里啊 ？VCR 有种秀给我看嘛 ，call 讯单秀给我看嘛，都没有啊，就在那边瞎掰。不要再讲跟我讲宏达电好不好？你有种印下来给我看，你那天送有印吗？20号提早公开，我就开给大家看呢，我就跟各位讲了，涨停波段。波段邀请大家做这支股票见证人，宏达电，各位，宏达电有没有天天涨停板？有没有天天涨停板？有没有天天涨停板？有没有涨停板？有没有涨停板？啊，来，这支股票小心跟宏达电、预创一样，天天涨停。宏达电，我跟你讲，靠边站了。宏达电靠边站，这一支轮到他了。如果宏达电是小菜的话，这一支应该就是大菜了。元宇宙的隐藏版，很多人都还不知道，而且秘密卡位。上一次我跟你讲，大户在卡位什么？卡位宏达电的时候。你都不相信清君，结果宏达电狂飙83%，天天涨停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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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，如果我现在再给你一支股票，你希望有那种天天涨停板的那一种 emoji 那种乐趣那种感觉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这一支元宇宙的隐藏版你不要错过。为什么？老师，为什么？各位，我给你看一个，这个叫做祖克伯，这个男生叫做祖克伯，脸书的创办人 CEO， 他改名 Meta， 要攻元宇宙的商机，你们知道了吧？脸书要攻元宇宙，微软要攻元宇宙，连什么？连苹果。也要搭元宇宙，明年要推 VR AR 的头戴装置，苹果也要推，微软也要推，脸书也要推，
脸书祖克伯、微软的创办人、以前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也要推元宇宙，库克、苹果的库克也要推元宇宙。那你现在告诉我，各位，如果他们要介入十倍数的时机才，我问你，你要不要介入？你要不要介入？你还在跟我讲这是泡沫？那你把那些库克啦、祖克伯，那他们，你把他们当白痴吗？人家赚了多少钱？人家多么有远见？苹果是什么样的企业啊？微软是什么样的企业啊？脸书是什么样的企业？你们这些其他的阿猫阿狗的分析师，他还敢跟人家叫板？你是多有钱？你赚的比人家多更多钱吗？人家多么有科技的远见，要带领全世界的趋势要往元宇宙迈进啊！你们说元宇宙是泡沫？元宇宙是什么？梦幻一场？神经病啊！这是一个十倍数的时机财啊！各位啊，你整天能不能换喊空、喊空的、叫空的？我告诉你各位，新科技应用加上资金狂潮，会在股市创造巨大的财富。我问你啊，这些是不是新科技应用？你以前有听过吗？电动车也许听过了，低轨道卫星最近才听到的吧？第三大半导体，还有高速传输这一块，加上最近的元宇宙，这些都是新科技应用。新科技应用，还有最近的资金狂潮就不用讲了，资金多到真的都淹到额头这边来了。各位啊，将在股市创造巨大财富啊！创造巨大财富，买对股你会赚不完。所以我现在跟你讲，各位，这一次要小心，你跟他这次会跟宏达电、裕创一样，天天涨停板啊！各位啊，裕创五三五一的裕创。五三五一的预创，五三五一的预创，来看这段 VCR 导播，切哥，这只股票，涨停板。我记得我那时候跟各位讲扫描 QR code， 各位那个时候你来扫描 QR code， 就像现在你来扫描 QR code 一起赚涨停，同样的一句话。同样的一句话，如果那个时候你有来扫的话，来扫描我的 QR code， 哦，这是跟在我身边去买的，哦，26号，我跟你着扫描 QR code， 27要你去买，对不对？然后28号稍微震一下，29号开始涨停，11月1要涨停，天天涨停，12月2号又天天涨停板，各位，10月3号、11月3号盘中又亮灯涨停板，天天涨停板。天天涨停板，天天涨停板，各位，元宇宙就是怎样，天天涨停板。我要给你这支股票，天天涨停板。各位，扫描 QR code， 扫描 QR code。那个时候你来扫描我的 QR code， 这边拿起手机扫了，你知道你赚多少钱吗？你知道你有没有享受到那种天天涨停板的乐趣？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，各位扫描 QR code， 你来扫我的 QR code， 你来扫我的 QR code 会发生什么事？会发生什么事？会发生什么事？ 51.6 涨停板，这张 VCR 导播，切哥，这一支股票涨停板。扫描 QR code， 扫描 QR code 就是扫我这个，拿起手机，我的 QR code 不见了，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这边哦，扫描 QR code， 扫这个了哦，扫这个了，今天拉涨停创新高了，来到了这个位置啊，创新高了，54%，因为怎样，你有扫描 QR code， 你买了10张，你买了50张，你买了100张。因为怎样，你扫描 QR code， 所以今天中华化拉了涨停板。因为你扫描 QR code， 你扫我的股票，扫我的资料，我给你的时候扫描 QR code， 一起赚涨停板的耀灯，耀灯，耀灯，今天229.5涨停板。这段 VCR 导播，切哥，这一支股票涨停板，涨停板，又涨停了。
又涨停了，不用看了，准备了 ，stand by， 扫描 QR code， 十张、二十张、五十张，因为你拿起手机扫描我的 QR code， 上一次你扫描我的 QR code 发生的事情，今天又再度涨停板了，1727的中华化今天再度涨停板了，那我问你，这次要不要来扫？十倍数的时机才，你要不要来扫？你不要再跟我讲老师泡沫一场，泡沫。老师和那个元宇宙的股票都不会不太会赚钱。如果那个时候啊，你也去讲特斯拉的时候啊，各位你知道特斯拉从400-500块涨到2300多块，那个时候他有赚钱吗？没有赚钱，赔钱。结果涨几倍，你自己看。后来股票分割，再从300多块涨到最近涨到1100多块。老师，电动车只是一个梦啊，街上跑的又不多，可是股价涨了几倍啊！各位，这都是新科技应用啊！你还在跟我讲说，哎呀，元宇宙是泡沫，那他们就是骗子咯。啊，微软的比尔盖茨。没啥销路，那他们推这个没有用嘛？啊，苹果的库克，他们推这个也毫无意义咯。你的意思是这样吗？你比他们有钱，你比他们有远见，比他们有科技的远见，知道未来科技趋势，还是他们比较厉害？他们知道未来科技会发生什么事？苹果要搭元宇宙，微软要搭元宇宙，脸书要搭元宇宙，各位，十倍数的实际财，你还不介入吗？元宇宙的隐藏版，不是宏达电，也不是预创，是谁？很多人都还不知道，媒体也不知道，分析师也不知道。不好意思，我独家，我独家。扫描 QR code， 扫描 QR code， 这一支股票就是你的。各位，我跟你讲，这一次你不要再错过了。以前在讲什么3D 炼印啊，比特币概念股或者是什么最新的一些科技，每次有些新的科技的时候，以前光碟啦，我记得什么光碟啦、主机板啊或是什么一些新的科技的应用，尤其智慧型手机这块，每次新的科技的应用都会创造好几倍的那种股票的涨幅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真的啦，去扫啦，扫描就有啦，我给你好不好？不用钱，你现在扫描，我立刻跟你分享这一支元宇宙的隐藏版，很多人都还不知道，市场都还不知道，已经卡位了，各位已经卡位了。上一次宏达电秘密卡位，宏达电去卡位，宏达电大户直接卡位，结果宏达电狂飙 83%， 狂飙 83%， 这一次也要卡位，而且是秘密的卡位，元宇宙的隐藏版，扫描 QR code， 这一支股票送给你，进广告。震荡的年代，我们给你最强势的后援。188超值互助专案，帮助您战胜市场，重回赢家的行列。超值专线02-812-5858。Life 直播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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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fe 直播，来复来复直播，立即上线。上线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，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，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
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，02-8512-5858。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操盘战将，各位，我跟你讲，下一世代的网际网路就是元宇宙了，下一个世代的网际网路就是元宇宙了，所以很多都在卡位啊。脸书要去进攻啊，微软、苹果，现在韩国，韩国是要用国家政府的力量啊，韩国是要用国家政府的力量去打造元宇宙的世界。台湾我不知道会不会，听说高雄市跟宏达电今天有一个新闻，你们上网查一下。而是这支股票该不会是，我跟你讲，扫描 QR Code 一起赚好不好？宏达电小心，跟宏达电跟预创一样天天涨停板、啊、这一支扫描 QR Code 现在扫描，清君跟你分享，不用急。各位啊，上次来扫我 QR Code 的耀灯，3138的耀灯，今天涨停板。上次来扫描我的中华化，扫描 QR Code， 今天涨停板。这一次今天扫描我的这一支股票，下个礼拜你就知道了。扫描 QR Code 这支股票送给你，下周见，拜拜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震荡的年代，我们给您最强势的后援，188超值互助专案，帮助您战胜市场，重回赢家的行列。超值专线02-8512-5858。Life 直播。